我手漂亮，右手船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三米，我又来了。天气冷了，一小店的生意不好了，导致花甲价格极低，30块卖了6到6斤。我们弄个香辣花甲，好好解解馋。开干！加水，加盐，反复搓洗几遍。搓洗30次后，再放盐巴、香油，再烤一烤，浸泡2个小时，吐出沙沙，时间没太久了，不然臭了。准备好配料，米是3件套，大葱切球球，蒜留一半，起锅放。切点小米呢，这个才霸道哈。来切几个干海椒。小葱几根儿，快起锅了的哈。啊，点火，要得开干。刚刚教了你们个比较慢的方式。再教你个快的方式，焯水，冷水下花甲，放料酒，盖着煮开。焯水吐渣的方式是最快捷的，但是会流失很多鲜味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还是选择第一种吐渣方式比较好。水不用开，开了就可以了。再翻一下，轻轻翻啊，别把煮掉了。轻轻的捞出来，沥干备用。烧油，可以稍微多点哈。油温七十度。下配料，放入豆瓣酱，再放20克火锅料，这样弄出来比大排档都好吃。下入花甲，轻轻翻动，放入料酒，来点生抽，放3杯是半个白糖，放一丢丢盐哈，一丢丢就够了。再放点清水，加上条件好的可以用啤酒代替。如果是可以放点小葱。焖2分钟，嘿嘿，锅盖盖头开要赞喽！朋友们点赞，不管饭，放入剩下的蒜末葱段，花椒搞忘了，放点花椒油，烤转烤转，要得喽，起锅。来哟，我开蒸了，要得很干。哎呀，那是汤汤，汤汤的围在汤汤里。来吧，你们啥子的？嗯，汤汤对，海鲜是吧？海鲜就是。你从那汤汤里面，从那下边汤汤里面，这个味道就是汤汤的，我也好吃。我小小就硬嘛，嗯，对，这当当头，当当头的，你当当头的，哎呀，好香、啊！做汤汤下饭的你，下酒硬不硬？硬，背一个，哎。痛风的朋友吃不得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和啤都吃不得。来整，来我给你整个那种烤鱼啊。我这边花甲才花了30块钱，然后这个烤鱼花了我51块钱，半个烤鱼哈。来，我试一下噻。哦，整点葱圈，整点酱。哎，妥。过去。那么一口放进，一口气，大口一下放进去，别搞，慢儿等我汤汁流出来。吃过烤鸭就要大口大口吃那个。
哎，嗯。我这如今都没吃完，那晚上接着吃嘛。要得，明儿晚上吃宵夜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，喜欢互动的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光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。